今日 ET 個股推介係華電國際1071。經濟日報投資熱話早揀選原因係內地加強建設具有中國特色股值體系，七大中資電力股擁有央企國企背景，咁啊股值憧憬提升。傳統電力股今年盈利加速復甦，其中華電國際2023年預測市盈率同埋息率都比起同業係吸引，可以加以關注。華電國際盈利預期顯著復甦，咁早前預告2022年淨利潤係1000萬去到2億人民幣，由虧轉盈。彭博綜合預測2023年盈利增加去到49億人民幣，按年增長最少23.5倍。2024年盈利增加去到75億人民幣，按年增長53%。從盈利增長趨勢睇啦，盈利復甦力度比起同業係強嘅。估值方面啦，華電國際2023年預測市盈率係6.2倍，係同業最低嘅。預測息率8.6厘，屬於行業最高。啊，估值息率係吸引。策略上咧，華電國際股價星期三收報3.23，建議喺3.18水平吸納，上望3.6跌穿2.9就減持嘅。